黄立鸿到，吴泽军到，那么何为法律的含义呢？法律的含义就是来约束社会、约束人的一个基本规则。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今天我方恰当主动权是如何掌握在国家手中？可是强国等于强政府吗？我们的民族却开始走向了腐化。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。张静发依法构成绑架罪。公诉人证明上述观点的证据，只有证人魏明华的证言。现在休庭。是清楚的，因为被告没有否认。由你来证明我没有还给你钱，你想能不能够证明？啊，我这个课题就是梦想，能不能到国际法院去测试？他需要什么？需要精心的准备，需要周密的策划，残缺也可能是一种罪。Can you remember what it looks like? Near a very special paper, as lawyers think.Thank you.
会主席刘伯承担任第一任校长，刘伯承元帅也是我校的第一任校长。1952年到1953年，重庆大学、四川大学法律系师生调来我校。1978年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我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高等院校。2012年10月24日上午，教育部和重庆市签署了共建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协议。这是一个西南人期盼已久的、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也必将是一个永载西南政法大学史册的日子。